可是我今天糖分已经超标了。那我测试一下。 下班了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啊？你在这睡觉是着凉了怎么办？你今天没开车，怎么把一个人回家不放心？上车吧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。 多买了几种，都装着吧。可是我今天糖分已经超标了。那我测试一下。 开心啊！吃醋啦？没有啊。那就是糖分不够。啊！没有想到秦医生给我包里放的这几颗糖这么有用，甜不甜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那就是不够甜喽。 这样才甜。